寄物都免费的。
节目主题和人工打字真的是一个尴尬的瞬间，因为第一个是
Thank you.
戴了面罩走进去，对，然后要拿一个面罩，啊，这个是要进去操作的。OK， 操作步骤。Hold 步骤 ，Hold 是什么？左手一个。来，我告诉你解释，因为那个图在这边嘛。哦。请看一下下面的情况。开关在这边，这个底下，所以你要握住，这个开关压住，会嘣一声很大声。往前推，这个火花在冒出来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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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黑色的台阶要小心，不要摔倒，不要跌倒，不要绊到了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机器。另外一个推，一个可以踩在上面，桌面照亮看，可以这样拿着看。OK，、哦、行，不要下去，你要站上面。按这个的推，对，按下去会我们大家在往前推。OK， 好，要怎么放松？对，这边可以直接到这边看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来这边。OK。按了推。先生，什么？哦，后面一点，因为它有火，是吗？对。OK OK OK。对，没错。可以看吗？可以看，可以看。站远一点。什么 ？I cannot。有了，他说他要站远一点。Today for the better。我只看到一点火花。看到什么东西？看到火花对不对？有看到就成功了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插上去，对，用插的，让它站起来。插到这个槽里面，对。OK， 对，好， okay， 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挺好玩的。
1 minute, 关门掉，关门走 ，door closing。二楼到了，几楼到啊？一楼，到嘞。Level 2，开门中，关门掉，关门走 ，door opening。电梯下楼，电梯到楼，电梯下楼 ，going down。地下二楼到了，地下几楼高啊？地下一楼到了 ，basement two。开门
先生在婚后几年去了北方工作，距离遥远，思念未减。他很珍惜先生忙碌之余捎来的照片，是北方才有的雪景。先生回家带了一只精美的盒子，用高级的丝绒袋系着，小心翼翼拆开，里面倘若见有着蓬松绒毛却十分厚实的大衣。他抚摸着，任由细毛在指尖划过，这般轻柔仿佛唤起他心里最柔软的部分，像是对所有事物的怜悯都来自这里。他将大衣视为真物，卷上去看到，在这圈舞上，前白花了。明年冬天穿它来北方旅行吧，先生说。你值得美好的事物。
可以跟这个作品互动，你踩在这边，它这边有个感应器，你看哦，你看，它这个感应器是，你要慢一点，不要那么快，是中间那个舞台，你有没有看舞台的灯亮起来？台灯。没有，中间舞台的灯亮起来。脚缩小，谢谢。那个编剧，然后我最开心啊，就是里面
难得有机会，你的材料都免费啦，画一画。嘿，那什么？